跟你旁边的人，跟他说有你真好，好不好？一起来。有两个关系，第一个是人与上帝的关系，第二个是人与人的关系。所以我们这个人与人的关系，我们称为弟兄姊妹，要和睦同居。啊，我觉得今天真的，哎，牧师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和帮助。哎，我们如果时间够的话，等一下我们还有在11点钟以前呢，我们还是一样有小组。我们可以为彼此来代祷，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因为有上帝的连结使我们更好。好，下面我们一同要来做金句的朗读啊，我们一同来念华语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台语我们要请美惠执事来念啊，英语呢是慧玲，慧玲姐妹有来吗？啊，谢谢你。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华语，我们一同来，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台语。台语唱到这来啦。做义的果子是伫和平。做义的果子是伫和平。好听伊和平的人来种。好听伊和平的人来种。Peacemakers.Who saw in peace? Peacemakers who saw in peace. Raise the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. Raise the harvest of righteousness. 好，祝福。好，说我们真的在人的关系在是有和平。下面呢，我们要奉献。嗯，先准备。